我们至圣主要用我们全人，就是肢体来赞美我们的神。那我们这个团队呢，我希望我们待会在跳的时候，你们要注意看哦，因为第二首是你们要跟着一起跳的哦。所以我们就预备，我们第一首叫道。道是什么？道是就是神，道与神同在。那我们的神呢，他是创造万有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待会你们看我们在肢体动作的时候，你想象一下我们的神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哦。来，我们预备。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
也跟着痒痒的想起来跟我们一起跳呢？有，因为这个赞美操是起源于吴美云老师，他呢有一次他在加拿大的那个湖边散步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一个老人牵着一个孩子，他就在想说，未来的社会呢会越来越老龄化，那老人呢怎么办呢？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为主传福音，所以上帝感动他，用神的话，用音乐，用肢体，然后来赞美我们这位神。所以你们想赞美我们的神吗？想吗？好，这时候我们请电灯全部打开，每一位都请站起来跟我们跳第二首。这首非常的简单，就会动动你们的手而已哦，前面的人，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动，我相信等结束的时候你也一定感受到我们的同在。我们来第我们的倚靠耶和华的人怎样，真是有福哦。倚靠耶和华的人真是有福。Yeah.